我回来了，妈。啊？你现在有事儿吗？我现在可能有点事儿，我现在有点大月今儿不过来。那我妈她。哎呀，你别误会，我跟你爸没事儿，但我爸现在有点事儿，你能演我一下男朋友不？那不能，我想回家。哎呀，我求求你了，我爸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外面，我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，他谁知道他回来了呀？你就帮我一下。就一会儿吗？嗯。啊，那行，那走吧。叫什么？我叫范磊。好嘞，小磊哥哥。我爸在书房啊，然后你一会儿跟他唠唠。啊，行。哎，叔叔。嗯。初次见面多关照啊。你好。那个以后啊，还得多麻烦点照顾小唐啊。哎，你觉得小唐怎么样？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？哎，小唐是谁呀？不是小唐让你来的吗？不应该是我女朋友叫过来的吗？你女朋友让你来的？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没说错呀。你说你需要一个人照顾你，可是你也不能找一个外人照顾你啊，这不担心。爸，小磊还挺好的，是挺好的。哎，啊，小磊啊，你怎么吃鱼头呢？鱼头不能吃吗？在我们家那吃鱼头可就得喝酒三杯啊！啊，但是吧，我不喝酒，咱这以茶代酒，好吗？哎，你没有讲，还有这规矩呢？来，这个杯子呀，我，哎，生泡啊，必须得喝啊，喝，我就喝。哎，小磊，你怎么又说鱼尾了呢？怎么鱼尾还有说头呢？你瞧呀，吃鱼尾可就四杯了啊！啊，不是，晚上，啊，你这茶喝茶，来，哎，喝。Later， 哎，你，哎，说这爸，干什么呀？男朋友好不容易来咱家一趟，你叫人家喝一肚子茶水。嗯。哎，不是你女朋友让你来的吗？啊，她不应该是我女朋友吗？嗯，对，没错呀。哎呀，我这咋看不清了呢？我，哎呀，我眼镜儿，我找找，眼镜哪去了？怎么叔叔还近视啊？不行，我还得回去。你没这么整的啊？两句话没说，喝了七杯茶水，不行，我回家。你别拦我了，你这停，别动，我吃口鱼，到现在这鱼都没吃上呢。小磊啊，叔。我错了，我再也不吃鱼了。嗯，再说你换波茶叶呢？这茶叶泡的，连茶叶他爸都不知道茶叶了。叔啊，你要回去吧，叔。看你那个大抱小裹拎行李来的是不？啊，挺远的。要不今天晚了，你就搁这住呗，你住沙发。嗯。